然后7月13号的 IGB competition 他们也会做裁判，一样，就他们也会是主要的角色。他们在里边，她也是女主角之一。他们在里边演什么样的角色呢？就是舞蹈老师。Evita 对舞蹈老师，他们俩都是舞蹈老师，因为我这个很多场景都是在那个 studio 就 ballroom studio 发生的，所以他们是舞蹈老师，然后也是主要角色。嗯，一定很好看。我是个人，我肯定是想要看的这个电影，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跳舞。我一直都，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我一直都跳那个拉丁舞。对啊，我都看过你的 video， 上次你表演，你又唱又跳的，我就乱来的，很不容易。我那些是乱来的，乱跳一通。所以我很希望能够看你也参与我们的项目，也来唱一首或者一起来跳一下呀。有，现在好莱坞有一些包就是拍摄ballroom dance 的电影，像 Shall We Dance 啊那种。但是真正的又有 dance， 然后又有悬疑又有惊悚的影片还从来没有过，这有可能是第一个。然后我们这电影里面还会有一些LGBT， a little bit LGBT，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selling point。Thank you.
了。